紫禁城有防火四大金刚，有鎏金的太平岗号称四大金刚可以放3公吨的水灭绝火灾的概念。基路城的屋瓦能募款吗？屋后把他们的家徽放在卢浮的屋瓦，这些屋瓦变成是募款时交换的赠品。世界遗产双城传奇，周六晚间10点，T观点。